嘿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阿龙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下《Starborn 星界边境》啊。那其实为什么说可以来玩呢？那就是说，那熊妹啊，她一直跟我凑不出时间来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之间呢就没有办法说搞这个相关宣传了。哎，对，这个上岸生存，那所以呢，我就决定说，我自己呢来做一件大工程啊。那就是说呢，我想要，哎，这边是我的农田嘛。那之前呢，有为了找一点多种一点这个甘蔗，所以我出去找了一下，然后呢也扩大了一下，那发现说，我们这一排呢高度是够了，可是这一排啊。高度不太够，而且会比较难种比较高的东西，最高的应该就是只能种这个小麦。对，那这边也是差不多了啊，不过这边就空间大一点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想说啊，既然是这样子了，我就干脆我要做一件比较蠢的事，我要在这个我们家的地上盖一个大基地，对，像一个研究所啊，那一种比较有科技感的一个基地吧。那外面呢，有一些应该，有一些还没有看我玩过这款游戏的吧。那我差不多是一年多两年前呢，是实况了这款游戏，并且把它给玩完了啊。所以呢，先介绍一下吧。那这个星球呢，它这个原本的树种是这样子的，像是樱花树一样，那背景呢也是像棉花一样，非常好看。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后门，那这边就是拿来卖东西的机器。对，那这些什么牛奶啊、鸡蛋啊、料理呢，全都是用这个拿去卖的啊。对，用这个机器。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养动物的地方啊。那这边我们养了两只羊，三只小鸡啊。对，那这边走进来了就是我们家的厨房啊。那因为我感觉说这边这个配置好像有点怪怪的啊，而且说呢我们这边呢这个工作室啊，这边算是我工作室了啊，工作室。那这边呢，这个工作台啊，多到放出来了。那这边就是我们前门了，都快要碰到我们前门了，而且也不能放太多的箱子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我来干脆啊，再挖这个地上吧。那这个事情其实很久以前有点想要去做，不过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啊，现在是终于抽得出一点时间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做一次吧。啊，对，这边呢就是我。种树的地方啊，在外星找一点树种回来，我就全都种在这边了啊。这边再过去呢，就是这个香菇人生态域啊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它好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在我们家地上盖这个基地吧。对，啊，还有这个材料呢，我想啊，不对，我找找看啊。这个是宠物的啊，宠物，矿木那边12个胎，我有胎矿嘛，有一点在，可是不多。那我是想要说呢，我们这个背景啊，用这个比较高科技一点的感觉的这个砖块。所以呢，我会想要说用跟飞船差不多感觉的这个胎块来做。不过现在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哎，看看，应该是我能不能做，也是一个问题啊。重石砖、金属，黑黑的不太好看啊。铁块这个也不太好看。黑滑石，马雷好像没有，哎呦，都没有的样子。这边是门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降速打人机先放好吧，放在下面。
那我们呢等等呢就把这边给清理一下，对，清理一下，就把它给清理一下。那一边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拿来我们做这个入口吧，打听入口。没有，那这边就是可以用钱去复制打印出这些家具出来，所以没有是正常的啊。我们只好找找看了啊。不是，都变成开箱子了。书不是，这些是我收复这个城堡用过的材料，肯定不是那啊。墙板，感觉好像是这一个啊。我记得有一种实验室呢，地板也是差不多是白色的啊。没有，不是吧？星葵飞船上看看。对，星葵飞船上看看。那顺道我们去换一下科技。我们换成那个跑步的，前哨站，前哨站。这边，对。OK。这个还没扫描过。其实盖成这一种感觉好像也不错。这个机器，我们直接走过去。这个我要把这个冲刺变成加速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走得比较快一点了。那我先把这边给扫描一下，因为感觉说我盖成这个前哨站的感觉也不错啊。是说什么的也是当然了啊，这比较基本，什么比较基本。好，嘿，这边都扫描过了，这边也是啊。这个东西没有。都扫描过了。我们先回飞船上看一下，飞船啊，其实盖成这一种感觉好像也不错，好吗？现在先那个不是重点，我们先找出我们想要盖的感觉吧。不然其实盖成这个城堡风格的好像也不错好，三生两意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。这个有个微波炉。我们先拿一个这个门出来。十强冰箱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出发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要出发，你留在这边。星葵去。有点犹豫啊，我到底想盖成那个怎么样呢？我是有点想要盖成城堡风格，但又想要盖成这个高科技的。是不是还没升级的关系啊？好，我们升级看看。这个扫描过了啊，这个想象还没，这个还 OK。我们先升级一下看看，看看是不是我们没有升级的关系啊。我记得要铜锭还有铁锭，是不是？这些银矿我先放着了啊。有毒废料啊，先放在这边。那其中一个会让我想要盖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呢，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储存空间呢，这个工作室实在说不够用，感觉不够用啊。不是要去升级吗？怎么转过头啊？
哎呀，要赢定啊，打错了。ごめんなさい。不对，定是放上面的，定是我们这边的。好，来升级。等等，这一种我好像是，我好像是有后背的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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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，这怎么的？哎呀，浪费了，妈！我记得我飞翔上好像还有一个的，是这边吗？对，不对，这个是装备的，看看，对，不是一样的，吓死我！好了，这个好像是，先放进去，我们等等不够位置的时候再拿，那这些等等再说啦。我们这一集要稍微的先把门口盖好吧。全送上来，来过去。肚子饿了，我有带食物在身上吗？没有，先去吃个饭。这边有食物，来。宝，敲宝，这边，这个不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工业课程还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，那还能不能升级了？能做的东西总是最多就是这样子了啊。银块呀，应该不用。黄金平台这个也太高级吧？钛金啊，应该是用这种吧？它一块是可以做50个，那还好像有希望那不是用钛锭啊，就是用这个钨锭啊。我们看看我们的一个比较多吧。我们钛小这么小，钨锭我们有40个啊。我们就用这个钨锭的来做吧。那那个材料多呢，我们就选择那个。而且这个钨锭入手难度比较低，那我们钛锭还要刻成这个东西。我们就老来用一下吧。好，有鸡蛋，够紧。门我们用，我们先不用，在意。我们先做这个墙板，一个只能做20吧。我们做这个，那这样子我们要好400个吧。那我们呢，先把上面的东西给放到别的地方去吧。这个，没有东西了。好，一头先带走这个也是，因为等等肯定啊。青金属我也想要用这个来。不要想了，先把我们眼前该做的先做好再讲啊。那我们先在这边呢放一点箱子，把我们种子那边的东西给移除下来，搬家。居然能放满嘞！好多，先不管了，先全部都塞进去。OK， 那这边呢也是，
缺 ，remove remove。这边上面也是快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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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的之后再讲。好，不要挖全我炸的地板了。那顺道是这边呢也可以收一下了啊。之后再处理。番茄种子，那我应该先等先奎松那边的东西再放这个种子才对，不然呢这样子我就要会东西会放得很乱了。我先把一些食物内的东西给先放进去，不然烂工工就不好了啊。白油果这些玉米种子是这边吗？对，大米，然后桃不是这边，是这边，哎，是你啊，猕猴桃我只有一个，哎，还真多啊，马铃薯，胡萝卜脆脆的，那我们带着吃吧，身上的这些食物，是咖啡都先放到这边来吧。一些不会烂的东西我们先放进去啊，还有这个糖，哎，到那里剩水果啊，不是咖啡 OK 好，那我感觉说400个方块肯定不够盖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想盖多大啊，盖多少就盖先多少吧。我们先圈一圈起来。不行。看来我只好去铺一下地砖了。是说发现我身上好像还有种子。铺这个平台。哇，入口差不多是这么大，差不多了吧？哇，我的平台是铺完了。不关心，可以一边可以收一边过去就好。好，哇，也是可以了。那差不多就盖到这边下去吧，所以呢这边我们要清水掉。那这种不是石头是岩砖，所以就算新满了这个木质墙它还是要挖一段挺长的时间的，而且也有一些我挖过头了，给它补回去就先到这边吧，感觉好像怪怪的嘛，还可以啦，可以接受。那这个门呢我们就改变一下，改成对，这个门感觉比较帅。那
这边我想要啊，盖一个，盖一个这个控制盆啊，不要这么大。嗯，这个其实有多大？这个是要踩下去，这个吧。那这边跟这个接起来行吗？不行吗？哦，行啊行啊行啊。哎，等等，我要做两个这个键盘才行啊。啊，对，不然呢我可以进去没办法出来啊。啊，我先再做一个。那这个感觉挺好看的啊，不过有再小一点的就更好了啊。好，这个我先放到这边来，这个放这边吧。哎，这边要整理一下背景。哇，这样子肯定不够用了喂。我先消一下屋顶好了啊。那这个盖这个地理基地的这个算是一个新系列吧，那就我也其实没也没办法告诉说我多久才更新一次。我刚刚好像是盖这个对吧？我这个也做一下看看哈。做个十个好了。这个感觉盖起来是有点不一样感觉。要不我们这个看看吧，不一样，那我们背景用这一种吧。这一种比较容易说，比较容易拿得到。感觉又好像有点怪怪的。那玻璃这部分呢，我就考虑一下了啊。考虑一下，这边好暗啊，我先给它这个先放进去。这边吧，好像歪了一点，这边是隔了一个，隔了一个啊，对，好，先连线，不行，这个这样子拉的话，那这个这样子行不行啊？不行，那要怎么说？这个电路学的，我真的要重新学一下才行。我是想要说，两边都可以控制它开门和关门。对，那不然这边开了，这边不能关，也是感觉怪怪的啊。这边等我研究，之后上网再研究一下好了啊。这边先不要搞这个电线了啊，先这样子啊。我先搞一下灯来用好了。应该也不用说楼，这个天花板不用这么高。灯照明，这一个我们用一下这个好了啊。好，显示灯数据站就不是这个，之后我们拿来装饰家里用的啊。现在发现我好像没什么钱了。这个也是灯不是吧 ？LED。好，我们这个应该是，
这个应该是前哨站的那种灯吧，看看是不是啊。哎，哦，挺好看的。啊，嗯，玻璃这边嘛，让我想想要怎么弄好呢。哦，我这样说的岩砖会多得要命哎。好，挖到玻璃了。先叠一下，上去看好了。先铺一下，先铺一下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给它装一盏灯，亮起来吧。这边高一点的，好了，哇，亮多了。先铺一下。啊，这样说就可以去处理上面了啊。至于这个墙壁，我们要直接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嗯，感觉好像有怪怪的。好，哦，嗯，啊，这样子吧。哦，门背景。差点凹，哦，拆球东西啊！我靠啊！不不不不不不！好，这样子我们挖掉一点，嗯，上面直接封掉好了。嗯，哦，把岩砖拿出来，拿回来补回去。嗯，其实啊，我用这边好了，那边感觉是。那边感觉是冒险的，那这边就是拿来盖东西的啊。这个我们先锤掉，岩砖好搬上来。那前面这三个用砖块，哎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嗯，哎，铺一下，铺一下，大楼梯，好，你是。把这种要拆不难啊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哎，嗯，这边是先铺回去。哎，好，然后再铺这种砖块。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吧。哎，这边黑黑的，没有灯，没有亮度。哇，这个消耗也太快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啦，就是把这边改一下了。哟吼，啊，玻璃，快来吧。嗯，我在想说。够不够铺啊？不够我就要去消沙子了，不够。哎呀，啊，是个胳膊啊，真多。啊哈，嗯，啊，说起来我们的屋顶用光啊，啊，其实还算是用光啊。这个是耐杠吗？不是，这个才是。是这个吧？哎，全部给消出来，谢谢你。嗯，好。嗯，这个东西我们也搬下去吧，方便我们不用一直走来走去。哎呀，来这边。这边吧，不对，
怎么好像有蚊子的声音啊？是我听错了吗？这个是墙板，对我们有多少啊？61个，我们做31个。这个东西我们不多点，不行啊。好，哥。沙子忘了。怎么有水滴下来？沙子，我的补沙子放哪里啊？钱我倒是找到了。哦，在身上。多笑一点。哇，这边笑多少？在这边做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对，就这一块。好，来，一整面的玻璃墙。为了让我更好理解外面的情况，这一面玻璃墙是必要的。这样子要买也有的挖，这之后再补回去就好了。我们看看我们这一集，等等剪一下好了。我觉得呢，直接跳一下吧。面这边有的做啊，我们跳一下，跳一下，等等快啊！嘿，我们快啊！那我这个前廊呢，这个大厅还是做的差不多。然后呢，这个渣苦居然从上面，右上面这边上面的那个房间竟然给我跑上来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他了，所以啊，我要来处置这个渣苦。那上网搜寻了一下啊。用这个毒液把它给毒死就好了啊！抱歉，不是我不想给你们做，而是说，你居然这样子跑上来，还挡住我剑呢！哎呀，不是吧？那所以呢，先让我处理他一下。那稍微的这边呢，我是想要盖一些，比如说控制盘啊、大屏幕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啊。那这边我们慢慢再想了。那这边下去呢，我是想要延伸一个区域出来。那这边，那可能就会一直往下啊，还是它是啊？Oh my god 的这，那等等啊，那对，那这边呢，我想上面下去呢，我是要盖一个很大的空间来当我这个温室。那当然不可能说往这边盖啦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不过那边再往那边往外再过盖过去呢，就是这个前门啦，所以呢可能呢我就会从这边往上盖啊。好，那这边呢我先处理一下这个毒液的问题。这样子那毕竟说也不是我想要这样子处死你啊，而是说你这样子真的会搞到这样子他就算流光了吧。好 OK 那这个楼梯方面呢，其实我在想说，那我之前呢不知道盖什么东西啊，
就还有飞船上还有一些现代平台做，我不知道我之前的碳是不是都发在这个东西上面了啊，有可能是啊，所以呢我可能就会用这个现代平台盖一个楼梯吧，那上面呢看看是盖什么长廊啊什么有的没的东西啊，这个先放下去，这个东西先放下来吧。那本来啊我是想要说在这边盖一下椅子啊什么有的没的，对，这边就先这样子，那然后呢我可能呢会盖一个这个怎么讲，监控室按保安室，你看我这边都放了一个这个摄像头啊，那我就想说啊之后可以来盖一个摄像室保安室嘛，那东西我都是弄出来了，这些东西呢稍微的连接一下还是可以比较有感觉啊，比较高科技的感觉啊，那这边我们弄一点这个灯出来吧，看看哦，难道跨这个墙灯这些没办法做，那只能我自己这样子做啦，都是床啊椅子有没有，扛寒冰啊，而且这边都是单一江的啊，有没有那种像公园墙凳的那一种感觉的凳子啊，let me see， 我是这边之后应该会干一些这些箱子呢拿来说当储物空间啊，收藏东西啊，放东西的地方，之后可能你还会盖一个仓库啊。我的这个想法很多，非常大，所以啊非常多。可能呢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会盖多少，不过就是会一直盖下去，盖到我满意为止啊，盖到我不想盖为止啊。然后有哎，还真的有哎。不过这样子感觉，这种感觉好像不太舒服哎。等等哦，我们去一下前哨站。前哨站的那种灯是什么类型啊？嘿，哎，不行，哎，我们去一下前哨站。啊，寻找这个家具啊，可是的家具。我想要做那种上面有一点圆绵绵的这个沙，有一点像沙发的感觉吧。这边也是用这种墙墩的。对啊，我就是想要盖这种啊，让我选一下怎么盖好吗？不行，不给我选。我觉得，盖这种也不是不行的，只是感觉上好像不太好看。说不定可能就只剩下这一种了，可以哎，真的没了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只好盖这种墙凳了啊，想要嘛，算了，刚好就符合这个背景的感觉嘛，那可能呢在我盖下一层之前呢，我就说我要先去挖一下这个钨矿啊，其实我就用一用也其实快要差不多用光了，所以我想要去说先挖一下钨矿回来。等等啊，还有这个前哨站的这个位置我是已经要扫描过了吧，能做吗？对，可以。我们做一个，然后呢那种拿来看的这个装饰那个价值，我想要弄一个，
慢慢加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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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过头了过头了，对，嗯，化学物啊，嗯，如果它这个有一种是下面放一点，可以放一点东西在下面的，那就更好啊。那我们先不管它，我们先弄两针强盾。这样子，按照这个过去一直，我们先这样子吧，这边叫，嗯，哎呀，看一下，那我们这一集算是一个前置开头吧。那下一集开启了，我会说用比较多的剪接这个方式啊，来慢慢改出我的想要的基地啊，对。而且呢，当中还可以说，因为材料不够，我要去挖矿的情况啊，所以呢，断断续续的也是一定会的了啊。你说，对，这边感觉就先这样子吧。哎，这边其实可以再改一下，放一点盆栽在这边，感觉就好看多了啊。那这边算是定型了啊，我想要的暂时就先这样子，嗯。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 Starborn 星界变形的实况再见啦，拜拜喽。